我们来个罗尔打野，好不好？罗尔打野，这个纳克罗斯进来也不用怕他吧？是不是？该怕的人是他，不会是我们啊？单排可能遇到屁孩，也有可能啊。但是像我自己，我每一季几乎80-90%都是单排上去的啊，我都用补位。对啊，就算我玩辅助也没差啦。对，我是比较偏向那种相信队友，然后真的遇到屁孩就一起下去啊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不问问前期海螺呢？来吧，玩罗打野最怕就是前期他们会来啦，对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啦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实测了几把罗打野，我自己私下玩的时候是还不错啦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场开直播会不会被弄爆啦。对啊，如果说真的被弄爆，队友检举我，那就算了吧。Just do it。这一把我就尽我的力，好不好？对，尽我的那两力。我方红 buff 还未刷新，注意敌方红 buff。对方直接来搞的，搞心态是不是？请求集合。对方心态懂搞。他是不是连自己的蓝 buff 都没吃啊？直接进来我的野区啊！这个人丧心病狂了。都去吧，敢来弄我的野区啊！对不起哦，各位，我不是故意要开语音的，但是我觉得跟你们这样讲话好爽哦。那我们就继续吧。Shit， 弄他！我跟不到啦，阿狗。他这个纳克罗斯是想怎么样啦？哦哟，他有蓝 buff 吗？谁杀他的？哇，我们场上现在三个蓝诶，这是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蓝教大会吗？哎，我不小心开到语音的，你们不要介意哦。我刚刚应该没有骂人吧？不要开我副本哦，可以不要让我在几天之后发现我在 D 卡上面吗？谢谢你们，爱你们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下路是不是欠杀？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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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草丛埋伏。来啊，来啊，睡哟、哦！哎呦，哇！你们在塔外守护我啊，爱丽丝！哇，爱丽丝，你根本是从童话故事里面走出来的仙女！哇，我爱死你了！你请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可以原地跟你结婚吗？哎，卖照，卖照啦，纳克罗斯，怕不怕？就问你。哦哦，这是什么鸟？哦 shit， 哦哦吼吼吼，哇吼，什么东西这么痛啊？哇，看打踩到大便了。先来走一步，哎呀，舒服。太天真了吧！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进来弄我啦？哦哟！神操作，漂亮！就是这么凶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这么凶啊！哇，这跟鬼一样！请求集合。大招还有5秒钟。好，被我们家史兰兹吃掉，我觉得也是。没什么问题啊，哎呀，完了，我这个二技能刚刚空掉了，不过应该问题应该不大。好，先来走，死。小心被蹲啊！我们等一下再进去打一波。我们先把这个野区该收的收一收。团战一定要有我在。我们先来下路好了，先把下路的这个兵线清掉，然后呢，等等再来看。
他们抓我肯定是很多人啊，超多的、啊。我们如果稳一点的话，现在怕就怕特尔啊。特尔好像要我进去滑是不是？不然没有人抓得死他。欸、开战了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还没有开。持续扩张一下这个经济，先赶快把生命法杖出来，然后把这个鞋子换掉。抓到。我就是怕对方这种 poke 型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出生命法杖或许会续航力比较高一点。这就太猖狂了吧！哇，我这个护盾是三小。好，可以，续航力高啊，高到爆炸。回血。特，我现在没有凝霜。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我想一下，好，不急，先把我的血量回一回，然后我的生命法杖冷却还有几秒钟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我的凝霜还有24秒的话，队友推上，进攻敌方防御塔，我手下，然后下去之前先把我的大野怪收掉，不要让那克罗斯吃，有没有，他、啊、怎么样啦？烧他一下是不是，然后我们就从这边走。那克罗斯你到底有没有回去打团啊？哦哟，自己一个人单带下路真是的。哎，他回来了啊，跟我想象中一样，那我也回头打团战了。怎么样啊，老大哥回来了，他现在是怎么样？ OK，Do it！ 注意我方防御塔。好，收掉一个。OK， 完美。神操作，漂亮。完美。神操作，漂亮。啊？对方任我们宰割啦，看是要拿魔龙拿凯撒还是要推本塔，操，我现在全状态哦，不要来乱哦，嘿嘿嘿嘿，好滑好丝滑，哇，这个下面都流水啦。这个纳克罗斯好像很想要做点什么，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罗尔打野啊，完全不怕对方打团战还是什么的，只是差在我们这一把对队友没有一个很好的途径角，你知道吗？艾米丽也不是说途径就途径吧，所以说这把其实对方应该可以打得更好一点的啊，只是说我们就趁着这一波优势就一波打下去啦，舒服。Check it up.